好，我们现在要玩的是桌上型气动球，这是在玩具反斗城看到的哦。它是真的有空气呢，你看，只要装了电池，开关打开，它这下面一个洞一个洞都会开始有空。你看哦，漂移了哦，好啦，我们现在游戏规则就是他们两个 PK， 赢的那个跟亚米妈妈比哦。预备 ，Go！球落到妹妹手上了，哦，精灵姐姐获胜，旁边又调一格。好，现在换妈咪和亚米妈妈和李立新亚米。妹妹你要放球，好，妹妹就放一下，一个，哎，被你夹住，哎哎。球盘你可以玩，然后啊，它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小孔哦，就是让空气可以出来，这样子球才会漂移哟，比较滑顺。然后这边呢，就是我赢了，我就可以往前推一格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你得到几分咯。这就可以在家里也可以玩的桌上型的气动球，好玩吗？好，在玩具反斗城找到的哦。喜欢的人可以去买来玩玩看，而且过年在家就是要在家里玩咯。最后跟大家说什么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嘿，两个不要，真好玩，我真不怕。哎，卡住了。